仙界和牛，没来之前不要说你来过南寮渔港。天哪，这里真的非常漂亮，旁边就是海。他们家做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，这样骑着自行车一路骑过来，会真的觉得很惬意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航雀的可心，我是摄影师苏沈。今天我们来到新竹啦，要大家去新竹的沿海景点玩一整天。沿着台六一线从北到南的景点有新丰乡的新丰红树林，还有凤坑渔港。到了竹北还有月湾型的亲子玩水圣地金月沙滩。还有我们还会用这台相机 Canon R8 来拍摄一整天的行程。它是目前最轻的全篇幅 R 系列无反光镜相机，它的机身加电池只要461公克，再搭配这个很轻巧的变焦镜，重量也只要671公克，比一杯中杯的手摇饮还要轻。因为大家现在出去玩，对于拍照跟拍摄影片的需求都越来越高，所以有一台好用、轻巧、画质又好的相机就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实测一整天吧 ，Go！ 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南寮渔港附近的海滨路上，这里有很多租借脚踏车的店家，而且都有免费的停车场。那我们今天也会骑脚踏车带大家玩一整条17公里的海岸线。那这个双人的电动脚踏车，平日的话是3小时400，假日的话是2小时400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Canon R8 的机身，它旁边的 I/O 接口很齐全。虽然它没有双卡槽，但是我觉得以入门者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。另外，它采用的电池是 LP17，虽然电量比较小，但是它有支援 PD 充电 USB Type C， 大概不用一顿饭时间就可以把剩一格的电池充满，我觉得速度蛮快。另外 R8 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混合自动模式，把转盘调到这个模式之后，拍照前的2到4秒就会被集结成影片，自动变成一个短影的概念，有点像 IG Reels 的感觉。那我们今天去的每一个景点也都会使用这个功能来实测看看。另外这台相机虽然没有机身防震，不过 IF 大部分的镜头都有防震，再加上还有数位 IS， 所以我们今天都会开启数位防震来拍摄影片。那开启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出发。我现在准备出发，要去吃在地人吃的早午餐店，它是一间很有特色的面店。哇，今天好凉哦，骑在大马路上面很舒服，而且今天的车其实很少。好，那我们正式出发前，我们要先来补充一下体力，吃一下这个陈酱面。这间生意真的非常好，是南寮这边的隐藏版小吃。如果你是骑单车的话，对面还有一个这个遮雨棚可以停脚踏车，我觉得超级方便。而且据说他们家的独门酱汁非常厉害，除了是自己研发之外，他们家做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我这个是陈酱面，一半是腊肉酱，一半是炸酱，然后它上面都有这个蛋包。那另外我点的这一碗是高香面，他们的面条真的是非常的软 Q， 刚一搅就散掉了。这家店真的不愧是有自面60年的经验，它的面真的超好吃，虽然会在口中化开，但是其实吃起来是很 Q 弹，除了可以吃到炸酱的香气以外，它还多一个辣感的肉酱香味。那另外我这碗是有加点馄饨的，馄饨超级大颗，大皮超级薄的，然后面线的肉味非常香，吃得到韭菜很新鲜的香气。刚刚阿姨就有说她昨天才包了14斤的肉，哎，就知道卖得多好。它虽然是这种酱面，但是它的面一点都不会干，还会吸附很多的汤。我这碗高香面它的酱汁我也觉得很特别，很传统的那种家里煮的味道。刚刚阿姨说它的笋丝不是用卤的，都是用麻油下去炒的。哎，这个笋丝超刷嘴的，它卤味非常厉害，据说到12点之前就会全部卖完。豆干一份才5块，然后这个很特别，它长得很像溏心蛋，它的名字是叫蟹膏蛋，它不像溏心蛋有那个甜甜的味道，但是它中间的蛋黄吃起来真的很绵密，超级像蟹膏的。它这个卤鸡腿听说也非常厉害，它一份已经这样卤到骨肉分离了，轻轻一咬肉就可以咬开。这碗是紫菜蛋包汤，哎，它里面竟然是半熟蛋哎。很多网友分享隐藏吃法，就是你可以点一碗汤，然后把汤就是倒在这个里面，变成一碗汤面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到南寮渔港，后面这个就是波光市集，它是近几年才新完工的。它叫波光市集是因为它的屋顶是波浪的形状。以前在外面其实就有非常多摊贩可以逛，整间之后将渔港旁边的摊贩集结起来，提供更安静卫生舒适的环境给大家。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，它都是使用这种快木集结板，所以一看过来就会很有木质调，很温暖的感觉。这里的营业时间是4、5、6日，我们今天是礼拜六来拍摄，所以就没有开。它总共有74个摊贩，这里真的美食选择很多。
问。这里除了很好逛，上厕所也很方便。很贴心的是，他们还有亲子厕所，你带小朋友来逛的话也很方便。1、2、3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进来一楼，一楼有非常多的新鲜海产，它的生鱼片超级多间的。15元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原主。我们刚刚以为它那个15号是15元，还想说也太便宜了吧？这龙虾也太大只了吧！你看那只鱼，那只鱼的脸长得好像星星。你很像来水族馆，不是来鱼市场。现在来到二楼的美食区，这里就是非常多的餐厅，有很多生猛海鲜或是凉拌类。像有些餐厅还有待客料理的服务，那他们也有经济合菜。待客料理就是你可以去一楼买很新鲜的海鲜上来请他们煮，而且我觉得他们餐厅都还不错，就可以直接往外看就是渔港了哎。不过我们今天要吃的是一个在这里很厉害的生鱼片，它在一楼鱼市场，那我们就下楼。好了，我们客制超澎湃浮夸豪华生鱼片品牌诞生了，样子1500块，我觉得超俗的啦，而且里面有食材很顶级的这个黑尾鱼上腹肉，那它是黑尾鱼刺身、海蛎跟鲑鱼海胆，对，还有甜虾三个。这个快来帮我们淋上那个秋龟的鲑鱼卵，他说秋龟的鲑鱼卵很大颗，而且吃起来比较鲜甜，这个一片就要200块。一般生鱼片要炙烧之后才会有鱼肉的香气跟油脂被逼出来，这个没有炙烧，你就吃得到它的油脂整个在你的嘴巴里面融化，它有点像是海鲜界和牛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超过200块的价值。我们吃一下鲑鱼卵，鲑鱼卵真的好鲜甜哦，它在嘴巴里面哔哔啵啵的，这个海蛎超好吃的，它是咬下去有点脆脆的感觉，它的甜虾真的是，这只有一个字，甜。它的海胆是用那个薄薄的小黄瓜去包起来的，它其实没有什么海胆的腥味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吃过最新鲜的海胆，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吃海胆，鱼市场的海胆多少味道比较重，但它吃起来是很清爽的海胆，然后是很绵密的，在跟饭咬在一起，整个入口即化。然后它的鲑鱼肉很大一块，我觉得真的不输肯丁厚壁虎的生鱼片，一盒12片250，会觉得真的很便宜。没来之前不要说你来过南寮渔港，一定要来。这里其实是政府为了创造渔民的就业机会，在民国85年成立的新竹渔港渔产品直销中心，现在也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。其实里面虽然看起来比较老旧，但是都非常的干净。重点是它这个市场其实没有什么异味，整个逛起来我觉得很舒服。那它旁边这个建筑其实就是新的海产直销中心，它这里会继续延续波光市集的设计，一样会有那个波浪的屋顶。那它是2层楼建筑，在2楼你又可以一边欣赏海景，一边吃海鲜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鱼鳞天梯这边，然后旁边就会经过一个大草原。新竹的海风真的是超级强的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来这里放风筝，这里甚至每年都会举办风筝节。我们还在海边看到有人玩风筝冲浪，像今天风超大，其实玩起来就超爽。我们之前也有拍过，大家可以点这边去观看。南寮渔港这里其实有2大特色，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鱼鳞天梯，取代俗称肉粽的消波块堆叠，以鱼鳞式的阶梯在临海打造出一片观海阶梯。跟大家介绍一下 Canoe R8，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就是它可以录到帧数非常高的慢动作，像这种强风很大的环境，用这个功能来拍，其实反而能拍出很唯美的画面。17公里的自行车道，到今年的6月30以前，道路在进行封闭整修，所以有改以替代的道路前往，路边都有告示牌，大家从滨海路前往的时候就注意一下。好，我们经过一连串的代替道路之后，终于回到17公里的海岸自行车步道了。天哪，这里真的非常漂亮，旁边就是海，哇！而且我们今天很偷懒，我们租了全自动的。好啊，我的儿子。I found a picture we took many years ago. When I said to you we would never grow old.
它是很缤纷的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就像一个彩虹。很多人经过这里也会跟它一起拍照。一二三，这样骑着自行车一路骑过来，会真的觉得很惬意耶，就是很舒服。最后一站香山湿地赏蟹步道，那我们后面这栋建筑就是香山湿地生态馆，这也是免费开放，然后总共有两层楼。它开放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，然后周一休馆。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大地图。去年我们有开箱全新的竹苗自行车道，那其实它的起点就是这里香山湿地。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看那一集，这两集的路线其实是可以连在一起玩的。然后地图的左边这个空间呢，有很多湿地蟹贝类的标本。然后后面这个艺术造型很特别，它就是把这个牡蛎的壳留下来做成一串。二楼的室内空间有一面很大面的落地窗，这边看出去也非常的辽阔。另外二楼这里有一处景观阳台，我们就带大家出去看看。这里可以直接看到香山湿地的赏蟹步道，而且那边远方还有风车哎。这还有个香山湿地的生态观察图，它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月份，可以看到哪一种品种都写得非常清楚。那这里有很多后的介绍，这个香山这里可以看到很少见的后，而且我刚刚发现后竟然是在恐龙之前就诞生在地球上了耶，它是一个活化石，所以非常少见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香山的赏蟹步道。那这个步道是250公尺长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十几种的螃蟹。据说在退潮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万蟹奔腾的景象。而且这里不仅不用拖鞋就可以走入泥沙，还可以看到螃蟹和弹涂鱼等丰富的潮间带生态。你知道它为什么步道要做这样子弯弯的形状？因为它是根据螃蟹的作息还有出没的位置去设计的步道，这样就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到螃蟹。在吃什么？到底在吃什么？螃蟹看起来好呆。今天使用一整天之后，我觉得凯诺阿巴哈的对焦功能也非常厉害，它具备先进的主体辨识跟自动对焦追踪，新增的动物眼睛侦测自动对焦，据说连高速的火车它都对焦得到，所以你旅行的途中都可以拍到正在行驶的火车、飞机，甚至连快速奔驰的马都可以哦。那它录影规格可以选择1080的 180p， 那这个还可以达到 6K 超取样的 4K60p， 同时它也支援凯诺的 LOG3， 而且在同级距的产品当中，它的电子快门可以来到40高速连拍。它虽然机身非常轻巧，但是我觉得握感很好，而且它能够在拍摄照片跟拍摄影片中一秒来回切换，是一个摄入双栖的相机。我觉得它的电子防抖非常厉害，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使用稳定器，但我觉得画面就已经非常的堪用了。同时它也继承了 Canon 旗舰相机的 R3 强大的对焦系统，那除了拍照跟录影以外，它也可以透过 USB 来传输高画质的 4HD 30p 的影片来做直播，如果是有线上会议的话也 OK。甚至它也有做呼吸补偿，像是前景跟后景的对焦转换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呼吸效应，会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。有这个功能之后，就可以矫正所谓的呼吸效应。Canon阿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它可以回溯你按下快门的前0.5秒的照片，你只要打开连拍档案，就可以另存新档你当初遗漏的画面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用混合自动模式拍出来的短影片。光是用相机看就很有趣了，再加上音乐就可以直接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了。好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的话要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如果想要看我们去哪里玩，记得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